这位小姐，您想要什么奶茶？对不起，我只会一种做法，就是最原始的大满贯或者珍珠奶茶。那行，那我就另外做。我可是今年这一届的奶茶大赛的冠军，所以我要给大家来做奶茶。哎，这位小姐，请问你是要大杯、中杯，还是啊，就只有这两个杯？你要什么奶茶来着？只有大满贯和珍珠奶茶，你选一个吧。奶茶，别说了。好，多珍珠吗？多珍珠双倍钱。不要珍珠，我放了。那、不好意思，珍珠奶茶呢就是要放珍珠嘛，多放一点，对吧？大家喜欢吃珍珠。我做一杯粥吗？因为最后不错了，开玩笑。好，那哎，下一步我要干嘛来着？哦，下一步，这位小姐，你要什么茶底啊？浓红茶、青红茶、绿茶，还有这个冰红茶。青红茶吧，加到250毫升。250毫升，好数字啊！通过刚刚看完那个店长做奶茶，我发现其实奶茶还挺健康的。你看，其实就是红茶加奶粉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加冰块。OK， 下一步把这个盖子盖上。我洗过手的，洗过手。然后呢，茶放到这个机器上，看好了，准备好见证奇迹啊！它会自己摇，好，等待一下。哇，好了，我们打开它，然后再打开这个，我们就倒进去就好了。看好啊！料加少了，这位小姐，那个需要加料吗？给你现在做一个大满贯，要吗？要不然这个奶茶呀、要椰果吗？要一点吧。好嘞。挺好，最后一步放到这个上面，珍珠奶茶会不会大满贯做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有点失误，那这个就免费送给你，来。